生啊，郑议员、邓议员、行政的顾问、甘顾问，还有在座咱青商会啊各位啊会长，啊咱新增啊咱地方所谓十方善信善知识啊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咧有遮好一年，啊，应着咱啊陈议员啊侨新建设诶董事长啊青年啊文教基金会董事长，甲咱青商会共同主办，哎，即个大概辛辛苦苦的地方人士。咱今日这个一年，哈，咱是足好足好一年。哈，最近来咧，咱因为哈社会的需要，哈地方的需要，国家的需要，所以啊，咱自五年前咧，伫台湾电视台公司，哈，开这个一间风水命名馆的这个法门，希望借着电视的因缘，将这好的圣贤所留下来的易经文化的妙法，传予全国的同胞。那么，足感谢着咱中国人间净土净土功德基金会啊，所有会员每个月100元的支持呀，的扶持，予咱会当。啊！到今日来已经播出1680集，这中间所谈、所研究、所探讨的是易经甲风水面面的观面面，咱来看风水甲易经甲人生。所以这中间来呢，咱得到全国的同胞啊，十方神仙大德的肯定甲扶持的。啊，咱才会当继续甲今日即听课咧，1680集。在座咧，咱有一位咱台视公司咧，专门咧甲后制作剪接陈小姐咧，啊伊啊，逐天吼，看着咱遮好诶个性先贤所留落来妙法啦，啊伊啊，啊真正感觉真正赞叹。中国圣贤所留的妙法，这是一脉相传啊，一以贯之，一以贯之啊，这是人的性命。所以一经风水是咱人性命的转换，一经风水是咱社会调和的原动力。各位，咱若无加进一步去认识了解的时啊，咱难免会感觉，易经尔哪有啥，风水尔哪有啥。事实上，咱爱甲应用伫生活上。所以，本人自啊，这五年来咧，啊，伫台视公司所讲遮个妙法咧，咱目的咧是要安各位的心。咱的心本来就安呢，一定是世间的各种的因缘造成咱的心。未安，那就浪花和风开同款的样样飞，让咱心未安。既然心未安，一定有安心的妙法。安心的妙法呢，圣贤所留下来真理，圣贤所留下来文化，咱拢达到咱进一步来个了解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只。将这个易经呢，一以各种无同款的角度来讲，予各位会当了解。易是啥？易是交换立场，交换思想为易。易者是啥？是易对这边到这边，对烦恼到快乐，对生到死，对喜到怒，对种种对头到尾，拢是易，拢是易。这是咱每个人本来都具足的。啊，今日啊，伫咱新增家来举办这场的啊，易经风水命名馆的讲座咧，
咱当议员，啊，顶个甲咱引导法师，啊，引导法师，讲，嗯，这回是不是来改变一个题目？要不讲以前呢，我都把笑得生财之道，为安怎发财？好、哦，生财之道，当然生财嘛，一定有关系呢。啊，所以生财之道在哪里？打拼、认真、修本本来，你一定发大财。这是一只心，心只念嘛，然后实践、行动、行为，这拢是一的妙法。那么因安呢？咱从这个时段来看的是啊，啊，我分作时段啊，而且呢，要从这个在台视公司来播出，吼、哦，全国甚至大陆、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这个温哥华，要有呢，这个澳洲拢有看。啊、所以各位，你莫多久哦，你若多久吼，啊，你若入镜头啊，咱会去拍摄，吼、哦，这是一定会放出来吼、哦。啊，咱啊，希望将新增这样的好的文化，新增有这样的一个、这样的一个热心的咱这样各阶层的咱十方善知识，恁的爱心，借着恁因缘来清发。能播出予全国的同胞，甲地球上哈有因缘的人了解到中国圣贤所留落易经的心法，甲风水的心法啊。所以咱传这个妙法，咱上反对讲迷信，迷信会害死众生，迷信会予社会造成真大真大的乱源。迷信会予咱带入不安的状态，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、贵国先师传这妙法，要咱中国所有圣贤、要诸佛菩萨所传的信，这个妙法啊，是要安抚咱大众不安的心嘛、啊？不安心者，就是一开始。那么这一是对对开始呢？咱的念头开始，对咱的思维开始。比如一个国家，那咱安好，大家呐有这个念力、心念哦，我要时时祈祷这个国家会当安好，祈祷咱的国家大家心会当互相相疼爱，咱会当祈祷咱的家庭互相会当相尊重的时，我相信咱的社会是祥和，国家是安定的。可惜，咱大家的业障伤多，因为有两位目睭、有耳、有鼻、有嘴，才会造成咱真侪真侪烦恼。这嘛是拢是业经甲风水面面观，这是咱要来检讨的一条路。咱各位，哈、啊，咱十方善知识，啊，新增的所在，啊，正在我的脑海内做兵的时，就是感觉真深的印象。新增的所在实在真淳朴淳朴。啊，以前我做兵诶，常常伫遮过来遮咧，有各种因缘。尤其我咧做测量诶时，中兴测量公司来先包着新增附近种种诶工程测量设计诶时啊，我发觉着咱新增诶咱遮咧下大众真正热情。让我对原来台湾呐、啊、大部的人认为我真现实啊，结果让我迄个时阵我观念总变呢。那无我头尾拢想讲，嗯，台北人啊吼，北部人啊较现实。事实上，唔是一般人所讲的呢。事实上，确实真正热情。新增要未发展以前，我来遮测量，啊，每一届经过人的砖卡。啊，门口的时，外送一定一罐茶出来给阮食，甚至中昼要叫阮，哎、欸，少年的啊，笑良先生啊，来阮遮食一下好无？我感觉，嗯，这今天到遐这呢，迄个热情呢，哎、欸，加看两工啊，哎呦，咱新增遮的呢，大概这呢热情，好啊，对，北部人啊呢，这观念完全改。
所以也嘛是即好因缘啦。咱我自从听到以来，即伫四五年前，伫咱台北树林遮咧，吼成立拜安寺伫遮咧，即嘛是有真早真早所种落好因缘，即嘛是一个自开始因到过。故要的结成的时，经过中间拢是缘。那么现在嘛是过讲各位继续这个缘分。时间也过得真紧，本人行道咧，学道学修道啊，22年以来咧，好发觉着咱社会的安和、社会的安定，甲易经有真大息息相关，尤其甲风水的关系更加。厉害，更加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本人自22年来咧，一直发觉到咱社会的动态、社会的安和啊，好甲风水有真大的关系。这个地方呢，哈，咱所住的环境、所住的厝，咱啊入发的时，咱就真平安。咱若不如法的时啊，定定塌塌的问题会教育，这种的问题呢，拢是予咱无可奈何，咱不知不觉会犯着的烦恼，这就是啊风水所引起的。咱风水不是贪迷信，风水是完全讲是咱的目睭所看，耳仔所听到的，啊鼻腔所感觉的，嘴子所感觉的，皮肤所感觉的，这拢是风水的关系啊。那么，请问各位，咱的风水是不是一般人所讲的神呢？不是一般人所讲的神，风水就是咱按逆披下心，心然后穿入咱的意念。比如讲，现在我是坐车，把咱的正面或者呢冷气呼呼叫的时。你点点把听听听，你会感觉正手想要叮当，正手会想要叮当起来，正手叮当者，咱讲叫做互动啊。互动的时，咱手会叮当，互动会伤人。假使咱即台冷气咧换伫遮的时，吼呼呼叫时啊，你手咧感觉充满一个活力，感觉一种活力，这拢是风水的发展啊。曾经咱一位弟子。伊咧，就做全省上大饮水机，拢专门做学校饮水机的啊，三榜实业公司董事长田立伟先生。啊，伊立伟咧，力量力四维八度的维啊，是田立伟。人唔知啊，人我田立伟啦，江西边算的田立伟。哦，伊就甲专门做水的啊。啊，伊咧有一工就是讲。黄工工厂起起苦苦，啊，黄工较辛苦，伊就较买一个音响，较好音响，啊，伊就甲放伫头前，好平啊，就正平啊，就好，好巧到三工呢，遐师傅啊，廿多要去烧台，去烧下，好去紧张呢，到底是啥原因啊？安尼，伊就请示咱的贵国先师王祥老道嘞。为什么是安尼呢？老早讲你住边面头前火并哩哩啦啦，声音在动，造成耳孔在动，啊，这是乱啊，造成员工会受害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，迄嘛是风水咧，结果甲搬边换搬两边咧，好起啊，甲即嘛已经7-8年相安无事啊，这嘛是风水咧。好，咱若甲输一个人，咱目睭吼像这粉红色，这着真好个粉红色。伊啊，拄只呢，我来想要坐嘞，像这小朋友坐伊啊，予咱会用恢复少年，好恢复少年。无咱即摆拢坐大大只，感觉寒意伫坐个时啊，那我较严肃，那我坐来这色粉红个色坐嘞。咱若房间若粉红个时，人的脑一定会乱，心会乱，思维一定会极端。都像有甲咱师爷啊，啊，咱的啊，闽会人介绍一位官员的金进树啊，迄个啊，贵科长、贵定五、贵科长，
一意依然做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，那所有遐个部下开始发要离婚，翁仔某来夹无车的时啊，伊一口断定，是毋你一定帮警分人啊些？遐大家啊会下，遐员工听了目睭都金箍箍。你若知，哈，因为师傅所讲啊，分人啊些，这嘛经过目睭呢，这嘛是观音法门呢。伊到台中县啊做副局长的时候，嘛真个警员或者地方人士等等咧，家内囡仔开始咧养火车的时候，一定甲讲是毋是伫房间分人啊说，一般所讲啊，叫做罗曼蒂克。罗曼蒂克的时啊，拢着自私心走出来啊。罗曼蒂克是较自私哦，咱拢希望讲你对我好，忘了我对你好。是是，咱人这是上大的毛病。咱目睭，咱若看到分人啊，收着边擦分人啊，床单嘛分人啊是啊。咱目睭是离为火，分人啊是紫色气体当来啊，紫气当来，紫气当来，紫气就是传伫肝，咱的肝，肝机灵，你就是传伫肝机灵，仓库放伫遐，结果收着咧，开始佫爆发出来。是啊，翁仔某，迄个互相的猜忌，因为这翁穿着闹心，咱的闹属金，翁属火，子气嘛属火，所以火克金，克在咱脑海内，咱当然啦，会惊失去，怕失去对方，啊，惊失去翁婿，惊失去老婆，结果互相猜忌心，你对我怎么样哦？你不对我好。那么哎呀，这安尼来互相未谅解，同甘苦嘛。啊，咱同甘苦，咱传这法门就是释战争嘛，化解甘苦，释战争嘛。咱今有内面哦，有上着咱鬼谷子哈，迄个学士研究会成立大会啊，咱有这录音带，哈，咱这 CD， 啊 CD 来这呢，哈，这样有一个哈。我也算无，拢无啦。哇，歹势哎，吼、哦、吼，啊啊，恁来，我将播你好无？好，好无？哈，咱来这一段歌咧。啊，世界和平即圆满，两天护法无重生，化解艰苦释战争，也愿人心啊，受疼爱，翁仔某爱受疼爱，咱的同胞爱受疼爱。当今世界永和平，小小的世界，家庭的世界，心灵的世界，咱拢会当。哦，所以咱这嘛是风水的法则啊。有话人啊，吼、哦，咱老师啊，师傅啊，你看，阮媳妇甲迄条路，阮查某囝甲阮的因的男朋友这下无？你看两个下无？吼、哦，下不离下无？我大概嘛下，那未下。放下私心一定下，那无放下私心的一定袂下100%。因咱八字命，有个人呢，咱古早人习惯，你甲我一下无，事实上唔是安尼。咱是古早辈啊，现在呢，咱看有法度互相小尊重无？一下袂下，都唔是讲螺丝干甲螺丝母，几分来斗几分呢？是不是心心相印？是不是我都付出这爱心哦？互相会当付出爱心的时啊，这嘛是风甲水呢？风就是咱的思想，水呢就是行为，思想甲行为合二为一，这就是一人一个嘛，易经的易，易咱画一个八卦，画一边阴阳，一边啊乌，一边白。一阴一阳，迄就一就阴嘛，迄就是拢咱的心嘛。哦，所以咱今日要传这妙法，咱呢要谈到咱的叫做生财之道。那么在生财之道之前呢，咱若无对风水正确的认识的时啊，咱佫讲的是可能会变作妖言惑众，会造成大家心灵上的不安。咱各位新增的啊，十方善利性风水的妙法传到即摆来，算几啊亿万年啊！只是咱无去了解着而已。
那比如咱台北地区，在过去西雅图甲上偏远的所在，较早西昌北水口就是大地理，西昌北水口大地理。啊，因为西雅头弄坏去，上偏远弄坏，结果最终淹入来，咱退出联合国来，开始互人欺负。个大人都要记得无？西雅头弄坏，最终入来。那么关一寸，土壳关一寸，山河大地拢在稳定。你减一寸，山河大地会崩盘。咱台北关，遮就安尼来啊。西昌北水口，好佳哉嘞！尾啊，啊，咱的老总统，啊，因为燕山饭店起起来以后呢，将咱中国、咱台湾、中华民国这些土地呢，一旦甲稳定落来，整个经济才开始稳定落来。燕山饭店，过来呢，啊，我迄阵在想，甲孙啊外面一旦做一个大桥的时啊，咱台湾经济会飞黄腾达。结果，哈、啊，咱的官渡大桥做这个非常高明的大事，国家迄一面吼改变了交通的运输，啊嘛一面呢，会当安定咱国家的经济。所以，官渡大桥做起来以后，咱台湾的经济一直辉煌腾达起来。加上当时呢，咱谢公民先生哈、啊、家庭客厅及工厂的政策以后呢。咱台湾的经济，啊，佮加最上重要，咱台湾人拼，吼、哦，爱拼才会赢。当时啊，咱李登辉先生、李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嘛唱着爱拼才会赢，即句话嘛，互咱整个台湾带伫遮，咱的同胞、台湾人本土遮咧，吼、哦，2300万人啊，产生着一股的热腾。所以，迄嘛是风水啊，风就是思想，水就是行为去做，敢若想唔去做嘛无路用，这嘛是风水，嘛是易经的易啊，嘛是心法。那么咱台湾，大家看到啊，经济会过歹落无？台湾的经济未过歹咧，你放心，台湾的经济会过变起来。因为咱台湾人一个真大的优点，拍拼，日夜吼对死的做做倒来，包括我嘛共款。吼、哦，咱爱认真做，我甲佛祖甲王禅都讲，啊求一个妙法，我拢无求啥，我求讲我会食会做，做死无病死。好、哦，我这四条诶。这个好简单啦，送给各位，甲送给咱全国的同胞，会吃会做做事，唔通白死，这四项上重要。咱新增的各位是方陈弟兄，啊，咱风水咧，有个人甲风水的定位，就是讲啊，老师啊，你看我这间厝在位伫倒位，真侪人安尼问。啊！我常常甲咱所有的信众代表啊，啊，王禅老祖几国先师，甲咱讲在位的拍拼迄位，认真做迄位，才是真真正正的在位。若是你讲哇，即个都在位，遐拄好，迄阵若变数，你怎么办？你毋着逐工困伫变数，所以迄无合理。咱王禅老祖人开始伫拍拼迄位。过来，诚心诚意对待人的位，啊，善心的位，善良心的位，拢是在位啊。要不问讲，那么囡仔读册功名的位伫倒位？啊，囡仔功名位呢，当然爱协调，但是呢，囡仔功名位就爱老爸老母认真教教，认真甲培养的迄个位，才是真真正正功名之位啊。那无咧，咱往往会变成一种迷信、流于迷信、无智慧的想法。曾经有一位先生啊，带我去看因老母的风水。啊，因老母的风水咧，伫咱台中县的后万坑。啊，因着三个兄弟，
啊，三兄弟其中一个兄弟啊嘞，问我老师，老师，请问吼，啊，你看这门风水发达一房的较会发？我讲这房就是认真拍拼，一房一定发嘞。伊讲我安尼也使找你来。哈哈，我认真拍拼，啊，结果问我迄就是八只唔妥谈的迄个啦。我好听一下，跟你拍死到要死！哎，我认真拍拼。咱是大人，安葬风水就爱会安心；是大人，入土为安爱会安。咱才会当归心去拍拼。若是是大人未安食，咱拍拼拍拼无落你来，因为是大人在要求多，啊，带遐带未安，才会造成呢。好，咱囡仔有诶呢，哈，精神恍恍惚惚。阿玲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伊带我去看因的工厂，伫彰化何必做纺织的。啊，伊做纺织的，啊，那因五兄弟哦，啊，老爸老母反正要真健康，才八十通岁安尼尔。好，讲话要足大声，囝仔一边甲喊咧，足远要听，要咱过来。我老先生啊，你的事业发也袂退，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不袂退？我老啊，哪袂退？我教好这五个囝，我甲看你喊一声囝，遐远撞过来的时啊，你就已经发袂退啊。老先生爱讲有影的吼，我还有气力都怎会呢？要有气力将还呢？五个囝还甲将掉呀？啊，去将还啊？还是五个囝分配去拍拼？啊，到尾这五个囝，啊，都中到，啊，简单伫遐食一饭，含完工作食饭呢。因这五个囝来讲，老师啊，阮家上好个一本钱，就是阮老爸健康，甲阮老母健康。阮老爸健康，若喊足大声时，迄个月阮愈趁钱。那迄个月老爸感觉较无力喊个时，就较袂趁钱啊。吼，迄个月业绩就较歹。所以啊，阮逐工啦吼，拢想尽办法，甲老爸老母咧，吼，陪一轮流陪老爸老母，互伊带来欢喜个心。所以，即个老岁仔人咧，伊就像囡仔安尼咧。一个人回归到伊原始纯真的心的时，伊的事业一定是成功的，因为叫做不屈不折，啊，不屈不折。所以这五个囝呢，真团结，真合作。这五个囝呢，拢要互老爸做名义当处长，因为这囝呢讲，假使我当处长，若互阮老爸名将挂伊的时啊。万一哪啥订单，老爸烦恼在心，按阮老爸做名义当处长，领薪水我照常一个月发上悬的薪水给阮老爸，按阮老爸呢，将我提出来布施出去，去做救济，全省四界去去做救济。啊，所以伊老爸呢，伊讲老师啊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幸福即摆拢无存钱，那得要存四界。真正四角块四角哦，唔是四块，真正四角。较早要四角一角一角个啊，伊拢不管是第四角，但是伊认真去做布施救济个工课。啊，伊讲讲，伊伫八七水灾个时啊，因为河边隔壁别人个工厂，吼水拢淹淹着，干那伊个无淹着尔，伊就感觉足奇怪。有一天，一位老先生，嘴手真长长啊，白白，经过伊个工厂门口，撞到倒一面，甲伊讲，甲伊只老爸咧，甲老伙仔人讲，少年人，少年人，哈、啊，你做人真自卑，以后辛苦老钱，你逐次袂用提钱，爱去做布施，你就是因为安尼，你工厂附近人饮水，你会结果无饮水，这位老伙仔人。啊！伊会想到较早呢，所以认真拍拼，到八十通岁，要咧管理这间公司，通是啥？时时家遐囝爱时时去做布施、做救济。咱讲伊新增的十方神地心，法在哪里？心安的状态之下，这是真法。你是伫落去，咱实实在在去做、去行、去帮助他人的事，
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，这嘛是风水。那么我啊看迄间工厂呢，哎，这间工厂呢，地理所做诶拢如法，拢对。我以上老阿公啊，你的风水是咧看呢？无啊，我较早做善呢，除了做好事以外呢，我看向海地头诶。害低头，低头加强害害害吼，砍什么强呢？无用路见砍呢？阿强，我的强啊，是啊，新鲜的是多于十三天的我。啊，天地哪有感应？对要做善事的人，做好事的人，哪有感应者？我害低头，伊就甲砍定分金啊啦。结果一讲枪是害低头起来呢，定方向起来呢。不是看什么样的，然后用野心认真去做善事，啊，认真做布施，所以社会的调和啊，和社会的和谐，咱拢发出一个大爱的心，无论大小，咱拢是一种，让咱伫世间成功立足的好机会。这嘛是风水的发展，嘛是易经的发展啊。啊，咱现在科学这样发达，但是咱的心未安；咱的建筑业这样发达，啊，但是呢，究竟有偌济厝会使咧住咧，住会平安无？这嘛是真大社会问题。所以伫即个几个月来咧，我伫台中县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台北市建筑师工会。顺这时阵啊，时机上歹的时，来讲解对建筑师，讲解着建筑师对风水的设计的重要性。我拄只呢，我拄啊啊，看咱陈议员侨兴建设公司董事长的囝婿啊，吼啊谢义田建筑师，我拄只在先甲讲，爱讲设计好，建筑师是社会。安定的创作者，但是社会的乱象也是建筑师的创作者。社会的和谐，建筑师足大功德；社会的和谐，建筑师也占着足大足大的责任。所以这么多一年来啦，哈，我一再一再的讲解着风水，啊，希望讲咱会当住着一个安定和谐的厝。啊，住了一间，咱住入面，咱无求发财，但是但求平安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。啊，住了一间，咱住入面，咱无求发财，但是但求平安，但求平安。那前几天，我咱新闻写，咱就信徒先生，啊，伊摕一张图来给我看。啊！迄图我看，我一个啥我老师我啥，哈哈！那机会已经是平康乡平康会香港佬啊！老师，我拢老实讲尔，我都站袂住啊！你讲两讲过老出来，我真正唔知爱走去跳楼自杀。我你怎么跳楼自杀嘞？老母老皮要得嘞，啊！囝要要细汉，我无要安怎？大亨一直袂顺心嘞。我讲你这厝名声是别种，你山遮高，风景水，迄是休闲别墅呢，营营呢，食饱无代志，起来休困会使的尔呢。你唔是讲哦，我遐要偌好风水偌好呢？你逐工坐伫啊呢，在遐食泡茶呢，望天今晚人来招兵呢，无可能啦。阿爷太太，老师，谢谢，阮翁的缺点你甲讲着啊吼。我安尼讲着，我翁着用着去咧泡茶，啊、泡茶你敢要怎享受？咱人袂用搞，即福报享掉诶，享受享受会享诶受，就是爱一般潮享受呢。恁爱哦，享受享受啊，观察一边吃受啊，一边福啊，享福甲享受，爱安尼呢？吼、哦，所以享受享受，迄个淡然啊啦。到尾啊，咱就信徒先生啊，用老师啊，你今厝袂住，我会住咧。你莫甲想要享受，吼、哦！你认真拍拼，拍拼了以后，你伊遐做
你的休息的所在，你袂使你这个所在作为你精神以外的所在。你若假使以精神做你以外的，这才出去啊！因为你无精神拍拼，你一心一意想哦，我今日忙这了，会犯啦，迄出去啊！迄心啊，心念、心法都拢偏去啊！所以风水不是讲哦，我起个足水啊，就是风风风水呢。唔是讲我跨到有遐远的风水呢，迄是咱休息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咱的修心养性，予咱闹清净的所在啊。各位，咱对这个风水的正确认识，咱爱有这个认识。那无咧，我是哦，带一间厝足好的厝咧，我就发财啊，错去啊，千错万错，这个观念咱爱改正过。咱上基山先律师，啊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啊，自创会以来咧，咱就一直一直一直在弘扬风水的正确的正知见。啊，那么除了这本书以外咧，啊，咱还有真济真济妙法。我将这个风水册咧，啊，会用哈五十页风水册一部车，不用五十页咧，我用加。哈、啊，你记得真详细嘞，啊，而且真简单记在你家嘞，今日送给各家人。咱全国的同胞，恁也爱食，哈、啊，咱这本书嘞，用给各位家人。咱目前已经结缘120万本出去啊，咱也希望社会会当哈人人家家户户一本嘞，对家内的配置会当如法的是，咱家内平安，平安的是咱头壳。对，咱就清醒，头发清醒咧，咱就我都赚钱，都我都做事业，咱就袂做出糊涂的事出来啊！这嘛是易经啊，对烦恼到离开烦恼，易，这是易，易过来。好，烦恼到烦恼解除，对了钱，甲一直到赚钱，这拢是易啊。所以易经诶，咱呐讲起来足简单，唔只我专心啊，拢咧开班啊，开真侪课咧，包括咱新增啊，还未开哦，未开啊啦吼。王小水新增唔是伫咧五股了，哦，咱呐嘛希望有各种各种个法咧传予大家，即嘛是易，即嘛古圣先贤所流出诶妙法诶心法啦。各位，啊，风水是风水在咱呼吸之间，风水在咱脚踏的所在，风水在咱所坐的所在。那今日呢，我就看咱青年啊，幼稚园呢，啊，咱的啊，当处长那园长啊，伊原来坐啊位啊，啊坐啊位咧吼，伊就坐咧坐咧楼梯卡，啊，伊是大艺术家，啊，坐咧后边咧，结果啊，课很少。我无注意诶，咱个洪讲师咧，啊，伊咧来了，伊先走便所，啊，便所去看，嗯，咱个园长啊，他阿表是坐便所，有只不生人诶，足忝诶，因为迄边伊阿摩尼亚，阿摩尼亚咧会吸着伫即个叫做边顶，咱坐咧，咱会流汗，会流汗，毛根腔会开，就是接接着咱毛根腔就咱身躯会酸。啊，所以我爱你换位换改过，都这样去坐咧，哦，足舒服诶！我咧安心啊去办教育，安心甲家家户户所托付的小朋友甲教好。你们教较偌济，那出两个诺贝尔奖诶俩，你一定出，一定出名出来。咱爱化验，甲化验，我一定要栽培诺贝尔奖诶，伫台湾遮，伫我青年幼稚园，是不是？这是愿大力大，愿啊大，力就大嘛。那么相对各位，咱要做事业，咱愿大，力就大呢。你莫讲我一个要赚一百亿，你讲我一个要赚一百亿，一定好，到尾会想不到，会烦恼一大堆。你讲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，好为了利益个社会，好一定要将这工作做好，完完整整，我的产品好用。消费者用得真欢喜，哈！我一定要将我的产品，予人有安全。顶顶的原力，你若有这原力，把持这原则，你叫做，你一定会
事业会成功。可惜咱真侪人社会上会进步伤紧，所以咱少年人真侪个事业咧，一步要登天个嘛，足侪足侪，结果造成啦，咱真侪人，也未成功咧，现已经成多翘翘啊，因为啦，伊个原力错误去个原力啊啦，错误的方针个愿力就错去啊，即嘛风水个法则，要咱真侪囡仔。咱眠床位啦，那困含便所，便所的壁你个揢掉咧咧，哇，迄囡仔足好困咧，囡仔嘛脚高大好，因为咧一困就神仙啊，一困就高咧啊，啊读册册皮读个册心，哈哈哈，读个册心袂瘾读。维新圣教维新宗台南道中，册皮读个册心去。嘿，是啊！囡仔，咱个正手边，你要靠伫咱个便所一边个时啊，渐渐嘞，咱囡仔家己会懒散，啊是倒手靠伫便所一边个时啊，咱嘛会渐渐都，迄条路啊，精神会真歹去。囡仔嘛，凡早时叫叫袂起，暗时两早睏，即现象嘛真济。啊，就是诶，咱毋是切刀啊，囡仔切刀啊，啊向对便所边去，含便所边小拄咧咧，迄边在落，迄边咧，落无你只边在读册啦，迄有册嘛，读无册愈读愈册，即嘛是安，即嘛是风水呢，足简单诶尔，咱莫甲哇，你用做啥物啊命爱坐啥物向，各位爱注意，咱爱融入自然，毋是叫自然来融入咱，融入自然，那么自然诶法则。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得很详细，我今天不是新书发表会，不是，是跟大家说，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妙法，各位，对，你们请两个时，我们注意看，是怎样我不要，里面一条一条就不给各位听，这样你们很快就不记得了，不记得，回来也是没什么用，那么我把大局说给各位了解，你们了解以后呢，咱就感觉真正阿伯嘛受用无穷啊！啊，真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就是讲咱的田立伟先生啦，啊，伊的好朋友，啊，嘉许女中，嘉许女中诶，校长唐校长也查某囝嫁伫德国，啊，伊囝婿咧，即、這个就毕业来啦，即条就先留啊。生流，啊！伫德国的时啊，都爱用啊，是电的，爱用啊电啊，哈、啊，那么电的嘛是袂好啊，哦、啊，就去烦恼敲电的，吼、啊，咱啊田立伟先生啊，哈、啊，甲讲，伊讲阿好，无我甲师傅请一本书送去，互你，互你，你个囝，互恁查某囝去看厝有问题无？结果去看呢，都、就是照咱内底所写只问题呢，面层边啊甲超化回去。过些相关话咧，煞好起啦，好好起咧，感觉奇怪，那遮好用，哈、啊，遮个研究讲，是毋是讲啊，何在这德国咧，哈、啊，可以出版，何甲大家见咧，我好啊，那要去，无偌久咧，那引导法师会惊死，陈耀祥博士、刘德哈、啊、海德堡化学博士啊，伊嘛都提起。阿姨咧，摕一本德国风水，迄本册当互我看咧。哇，德国风水这遮简单咧尔，哈都安尼遐尼好用啊。那么这本啊，我嘛你想讲要请陈博士咧，是毋是个翻翻咧来对德国去畅销？安尼啊，因为一定无捌啦，一德文你捌啦，吼，你也甲翻译。哦，做些啊畅销在德国，这做好事呢，做大好事呢。啊，伊简单提着我看，遐简单都遐尼受用无穷啊！你何况我是假详细的，哇，这是确实的。如果能够将这个书、这个妙法传予世界啊，地球上所有缘的人，那么这个妙法啊，嘛是一种功德呢。风水
伊无认你宗教，风水无认你黑人白人，风水干呐认人尔。哦，不管什么人，违背了风水，你自然歹生存、歹生活。咱真济外国的信徒，常常传真回来，划看伊的图。我哇，这间店都，啊，这做嘞，聊聊都多够巧啊！哦，这做哪会做会起来？结果真真正正嘞，煞都翘翘。哎呀嘞，啊，这家来就，又管那家袂离，啊，或者这刀工剑影，就开刀黑工刀工剑影，干干那就刀工剑影。啊，所以这风水的妙法，咱是每个家庭都用得着，不是某某人才用得着。这点呢，咱要有正确的认识。风水在大陆，哈、啊，所传落以来，传到这个所在呢，哈、啊，咱啊，大家，哈、啊，拢真正有心要来加学习。但是呢，哈、啊，咱真真正正得到风水的精髓在哪里呢？就是伫这本书的全部。啊，咱新增的陈议员，咱行政的。啊，老伙伴，要咱青商会各界的会长，啊，咱今日一只咧讲解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，讲起来是话头长，讲起来咱一千年讲袂煞，但是啦，那要讲起来咧，真理只有一条尔，正法正法，正法非常的重要。正法是安咱每人的心，正法安定社会和谐，的不二法门。啊，正法嘛是咱国家经济复苏的不二法门，尤其是风水。啊，本人呢研究风水、印证风水，这二十多年来呢，在结缘的人有三十多万人。这样子印证的实例中间呢，一一啊讲未了，所以我是在是这个时段呢，哈、啊，咱一一的解释。啊，咱多谢呢，马上合作啊，咱家有线电视啊，这里、个、什么家乐啊，永嘉乐，永嘉乐啊，有线电视啊公司啦，他来采访，希望。我简单介绍讲，阴暗这个发挥的因缘，目的就是要将真济真济社会各个角落，啊，如法与不如法，啊，喜怒哀乐，贫富贵贱，啊，生老病死，种种种种的代志咧，借着这个媒体来讲，予各位了解。若是有演讲，你听到一段短短的因缘。啊，就是咱解除烦恼的一个不二法门。啊，有今日早起，好，我报出来，啊，拄在我伫骂咱台湾啊一挂人媒体无事实的报道。啊，我讲到伫民国啊八十二年的时，我伫南投举办一场啊，咱的。风水学弘扬传法大会，之前呢，我就去拜访南投县有一间啊一个公所的乡长，拄啊当着一个查囡仔呢，查囡仔伊就啊去采访着乡长呢，那么乡长呢，伊讲啊什么代志，我无要甲你答复，那么这查某囡仔呢，好比法官搁较歹，好恶客。安尼咧吼，讲话真无准则。我讲小姐，哈、啊，你安尼吼，吼对一个老外人、是大人、乡长，你讲这个话吼，唔好违背了伦理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。伊讲你什么人？我你免敢问我什么人。咱人是世间，咱的嘴，除了要食饭以外。咱讲话讲出，予人有生命活力、有希望的话，咱唔通讲出予人去烦恼心的话。
哦，那无这查囡仔真无欢喜。我讲你啊，家属继续安尼吼，注意哦。古早人咧讲吼，嘴乌人讲的是因话是哦，爱说是哦。经过个话话要两个月咧，我伫南投办一个书画展览啦、啊，啊，迄时，那南投县的卫生局长、甲财政局长咧，他就带迄查囡仔咧，啊去找我。我你不是廖小姐哦，系啊，哦我什么贵事啊，嘴闭未开，后尾嘴话字啊烂一半，字烂一半去。我迄个时阵心内想，哦真艰苦，啊那是讲哎，咱人话咧，唔好学人讲，放假接我，佛家念我，哈咱唔通无事实咧，会报道无事实咧谣言，造成社会乱象。你造成社会，你若比如讲了我这区域一百万人的烦恼，咱拢爱担，爱注意，一百万的烦恼哦。所以咱爱足小心的讲话，爱真小心。那么这查囡仔呢，到尾伊真忏悔，目屎流了，问我有啥办法无？我无办法，字加掉，后摆用我写就好啊。无你怎么办呢、啊？哦，所以咱的嘴子，爸母生好咱的嘴子，风化风化立身，讲有益的话，有益社会的话啊。那么最近，哈、啊，这几个月来的 SARS， 就得给咱提醒，咱大家讲话要戴口罩啦，好、啊，不要乱讲话，哈、啊，咱的话讲出去咧，哈、啊，这危害了整个社会的祸害啊，比 SARS 较严重呢。在咱沙市好不容易啊，啊，咱总统呢，啊，陈水扁先生，喺五月七七去搭下就往上落座的时啊，啊，等下因为五十天呢，一定把沙市控制落来，这句话一定有大真大真大的魄力，才敢讲呢，啊，一旦控制落来，这句话是按咱的心。即个用这个嘴讲出安定大众心安、个安心的话，结果五十天还未到，咱已经事实上已经安定控制落来啊。所以咱一句话咧，啊，一句话的无一句病就啦，一句话病啦，咱唔好乌人牙咧，凊彩拿来食。啊，那总统说啊，我食三天的素菜，好、啊、来。一吃一切，一切是一因。啊，所以一个人会代表全民做一个忏悔的心。啊，我来吃这素，吼、哦，就足侪人甲骂讲啊，假自卑来创啥？啊，系啊，遮侪人又搁做口业，好佳哉呢？咱上天是自卑，啊，总统也无希望讲乌人讲、乌人批评、乌人讲的人嘴子去烂的，伊无像我安尼讲，啊，安、啊、尼就无问题。假使啊，总统像我迄当时心脏遐无好诶时啊，哇！恁个假讲个人，你喙齿会烂去，真正烂去，又搁烦恼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嘛真忏悔着个当时啊，我若讲即句话，啊，那么查某囡仔人啊是啥物？咱讲话爱真注意，毋好去制造整个社会诶乱象。那安尼罪过足重。咱若借助两千三百万人的烦恼的是两千三百万人的罪过，咱爱担，是毋是成本真高？吼、哦，所以都还爱注意哦。那么以前呢，你要和两千三百万人对咱的祝福、福分，搁荷兰的是三项物，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啥人？故意的给你，是咱的本性，咱的原神拢叫阿弥陀，迄是咱家己的本性阿弥陀咧。你若悟到的时候，都佛，悟到佛，所以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本性，咱要对吹，是毋是啊咧？哦，所以咱故意时时念阿弥陀佛，哎呦，这啊世间的万难代志，拢得叫咱。爱好好去觉着世事无常，叫咱爱去时时去找去本性啥啦？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，无别人。
那么其他真正佛菩萨拢是咱的老师，地阿公、王阿公、土地公、妈祖婆，哈啊，种种所有的这菩萨拢咱的老师呢。咱的老师要看咱找起本性阿弥陀佛，安尼是啊，咱是不是？这世人咱就袂白行呀嘛。那么阿弥陀佛的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嘛，离不开风甲水呢，离不开风甲水了，风水与风水呀、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气温是真冰河，西方极乐世界的空气真正冰河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诸佛菩萨拢是光明的，所以咱生命的三要素：风、水、啊光。风、水、光是咱生命的三要素。啊，人问你讲，哎呦，某个人啊，生命三要素啥？哈，维他命 A 啦，维他命 B 啦，维他命 C 啦，哈哈，迄拢唔是啊啦，迄就是无智慧的想法，是啦。风、水、光，这三个是咱的上好的老师呢。那么现在这台冷气的风，嘛是咱的老师。伊从来都无计较啦，伊一直发出这冷的温度，让我徛伫遮袂流汗，让大家袂流汗。这嘛是咱老师有够伟大，有够慈悲的呢。所以咱一个人要成功，爱时时会晓去知音、感恩、感恩着所有社会大众所发咱的，感恩着天地所发咱的啊。所以咱的释迦牟尼佛。一住世，一直住世的时，啊，二七岁咧，啊，正是出家，啊，伊咧在看到世间这样一个、这样一个苦恼，什么生生死死、生生死死、生生，伊才要放下着这个国王的地位，要放下着伊的名甲利。一心一意要去找到生命的泉源，要找到生命的源动力是啥？不生不灭，长生之道要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。结果佛祖呢，东西南北只走走六年，拢无找到。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安尼唔对。今日咱所求的是啥？求迄个心，迄粒心。啊，就心未安，所以佛祖伊才要离开家庭，出家修行，要找只安一粒心。到最后，伫菩提树下，家己冷冷在遐静坐咧，啊，才想想讲，我是为甚物，才会袂心安心？我来世间究竟要创啥？先去忏悔，以后咧，向向顿悟，顿悟，生命是永远的，咱人的身体是暂时。就用了而已，顿悟，咱一个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，咱所追求的是八条路，其中有一条路呢，正业、事业、成才之道。所以佛祖呢，一住世在世间的时候，他讲到四十九年中间呢，伊在强调着正业，咱人要有正当的事业。无论王侯将相，拢是要有正当的事业。咱一个清道夫，那像咱几啊年前，咱李秀莲副总统，爱做馆长的时，伫哈很多桃园啊，啊因为粪扫的问题啊，啊规街路的时，咱要过片啊做地呢，啊咱就安尼行到安尼去个，结果上伟大是啥？清道夫。伊是上伟大，吼、哦！我看咧病吼，我虽然电视我合作眼镜咧呢，伟大的清道夫，啊，这工作这也是我伟大。所以社会是分工合作的，个人的原力无相像。啊，咱再是透早咧扫涂骹的伟大，咱嘛爱甲尊敬。所以个人的事业拢是正业，只要对大众有益的。只要对咱全民有益的，只要对心会安的事业的正业，拢是人该做的。咱公司的成就，咱爱感谢着员工，啊，员工有机会好上班，
趁钱咧嚟维持一个家庭嘅，咱也感谢着头家、头家甲新妇，咱爱互相受感恩。那么这是因缘是啥？是缘啊，继续的缘，借着各种嘅因缘来继续咱嘅缘分。所以各位，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爱珍惜缘分，咱绝对唔好去断掉恶缘。哈，你造成恶缘呢？你，咱恶缘会断掉咱的善缘，恶缘断掉咱的善缘以后，百事未顺啦。啊，以前我咧做测量的时，啊，我测量了呢，我因为身体无好，所以我放下事业，我就开始有修行啊咧。啊，有修行我咧易经啊，人问我代志，我人问我身体无如何，我就甲修啊。有一天呢，当到一个信徒先生的阿母，啊，就伊出来带来啊。当时第三番街，我这印象真深。当时的都市计划，当时遐路拍袂通，我拍的第三番街，我拍的。我为啥啊？我当时吼，我遐咧吼要测量，啊，有一间医生吼。我家二点零，讲要创啥？我要笑了啦，要听笑咯。门开去放到家家，我走好将，走将了，迄个是矮的啦，不讲伊啦。哦，哎呀，医生了吼，啊，他讲老师我歹势失礼，我回失礼啦嘿，你爱甲，因为身体你爱甲医啦吼，啊，甲收收啦好。哈、哦，我你放心啦，我足欢喜的，哈、哦，无想到进前你放到家家间的小度，这当时第三环节，因为咱当时一看到第三环节咧，拍这条路拍六年，拍未通，到尾拍十七年，到主我来主办这件迄个拍通的路测量的事，还叫做拍通的，这是人伫世间的缘分，这不是结恶缘。这是一种，咱人知影是，哈，那是一种缘分，佫继续佫出来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莫去记着人对咱无好诶，不要去记恨。你若会当记这个恨啊，咱足袂好诶。你若记着恨，记人恨人怨的时啊，哇，咱百事袂顺。每一工，咱活伫我恨某某人、恨某某人的时状态之下呢，这嘛是风水呢。咱头发想就是风，咱行为真正个心那个气咧，即个水，风水风水，即嘛是咱生活上咧嘛是风水啊。啊，曾经啊，我伫大中关五日，我做测量的时，测量咧，我伫遐都是叫测量身高一届才四公里外，较早用手表啊，算起来的合差咧。拢离开公差，咱个公差会相差五公分尔，四五公里扭起来所算起来个公差五公分，结果更差到五十公分。我安尼去拼迄、那个，安尼切落滑梯嘛，切切四五遍，角度切四五遍，扭四五遍，较早算四五遍，算到安尼规礼拜算袂出来。迄阵我就无相信我托你讲。我老爸甲讲，恁少年人做头路，行到倒位，托你讲爱拜嘿。我讲哎呦，什么时代拜托你讲一个插头仔尔，哪啥好拜？我心内刚在想啊，结果你袂好势。有一天呢吼，我想我真无法了，好啦，啊，就托你讲歹势啦，嘿，啊，我传三星酒令来给你拜，吼、哦，你就信啊。啊，靠度量，我都要反复，我无度量，你莫跟我计较啦，嘿，哈，你若无迄个牙龈杯跋着个笑杯，哦，我都烦恼了，那笑杯无用我，可能得搁牙牙齿啊，我搁有事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三星无够，爱五星，啊，搁把个笑杯，反正都笑杯就对啦，话到尾讲。无我失礼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我拜每次一阵我，拢来甲你拜啦，好无？哈、啊，哭一三杯成杯，我都还袂当告诉咧。我遐工程师头家啊，好啊了，伫倒伊，迄数字差，敢那一个八甲三安尼尔，都差五十公分，几乎一礼拜加开偌侪钱，一副行李当时算起来才八十块。啊，哦、啊，所以咱托你讲，咱嘛爱尊敬咧，
唔通我托你讲，哎呦，你又看不起呢？神会当成为神，咱就唔通讲，哎呦，我上大，咱会记，咱目前真正好多佛教界的同修。护持维新电视台，小龙女。目前真正好多佛教界的同修，咱无爱好托你讲鬼。哎，以前我讲一个故事给恁听，有一位大师，伊是将军退休的，啊，伊去出家修行，伊拢面头前一间土地公庙咧，讲啊土地公鬼，土地公鬼歹插袂咧，啊暗时直直扫，扫三四年，扫安尼哦，安尼猫来扫，啊有一天咧，下头一老伙仔暗时一困就惊一摆，哎呦，这土地公有法咯。啊，到尾去跟土地公啊、土地公公拜托你哈、哦，你不要让我咳嗽啦，好不好？哦、以后初一十五切十，我给你上经给你啦哦。啊，伊个咳一声杯，迄面顿拢无扫啦哦。啊，即摆切一十五一定上经着，拢无扫。有一天呢，伊就要去，伊有一个道场伫美国，啊，去美国的时啊，迄面伊就时间搞无较上，开始照常走到美国去搞猫呢。伊若想讲，我伫遐远，你也无飞机票。迄个老和尚讲，你也没有飞机票，你也不能来，吼、哦。结果叫成猫猫啊，煞我一艰苦，才卡电了转来，或者大爹，您赶快去跟土地公讲，我的师傅吼、哦、在美国，好、哦，我先给你上经给你吼，转来再补上经给你好不好？啊，迄天呢，甲上帝金刚经开咧，好土地公呢，啊，就好起啊，美国好起啊。哦，回来了，腰子不好，听我腰子不好，念不落文，啊，就去找我，讲这个土地公公不能得罪哦。土地公公一足伟大，土地公伊的年当时对黄帝一时，就来黄帝的孙啊，安尼几千年，四五千年啊呢。所以咱老祖我所传落真济真济的妙法，他传落真济真济的心性。咱拢有个人去甲疏忽去，啊疏忽去咧，咱对伊无礼敬，无礼敬，咪托你讲会无自卑，就是咱的护法神，咱的祖先，咱的四大人祖先，咱的祖先四大人咧，看到咱只子孙啊，未晓要敬神，未晓要敬神，未晓敬老尊贤，祖先咧，咱四大人祖先咧，会甲咱处罚，哦，讲恁安尼子孙啊，唔捌礼，对神未晓尊敬，唔捌礼咧。啊、所以会对咱真济会接处罚，原因是安尼来，唔是神会无慈悲，唔是土地公会无慈悲啊。各位，正确都是安尼尔。啊，所以黄帝啦，咱自黄帝到即摆来五千多年，咱一个祖源，一个祖，黄帝是咱的祖，啊，黄帝落来，啊，有五百零三世，咱目前伫台湾有五百零三世。五百零三世嘛是咱的祖先，咱个人个人无共款的姓，但是归依都等于，即是黄帝祖，即是咱的祖先。啊，所以咱伫2004年明年93年正月初一下午2点到6点咧，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中华民族的祭祖联合大典，联合祭祖大典，咱就欢迎咧。咱遮近近啊，咱来参加一个祭祖，恁会得到咱的祖先会甲咱道庇佑，咱会得到真济法喜，咱来来看，咱会当了解到，吼祭祖的殊胜的因缘，真个难得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欢迎各位啊，93年正月初一下晡2点到6点咧，来参加咱的21世纪祭祖大典。